现在就是干嘛？啊，我吃素。我觉得我不会太真吧。我说好。他讲你说什么？是这个。打开毛孔。打开毛孔。对，打开毛孔。哦，就是吸黑头。吸。长高高。对，吸痘痘哦。吸痘痘。吸痘痘哦。没事，不疼。哦，很多。哦，很多。痘痘。看着真的，以后一个星期最少做一次到两次。呼吸啊，对，很多灰尘。这个疼不疼？不疼啊，好好。这是黑色的。哦。第一次。第一次。疼吗？哦，还可以。没事。不疼在哪？不疼。就这个，然后大疼白一点了。这个哦，这个会白一点的。白一点。哦。那很好啊。很好。肯定很好。白了吗？白一点了。那你爸爸多大去世的？十几岁去世了。哦，你妈妈身体也不好。是腰不好吗？那经常去医院？那现在你妈妈一个人在家乡生活吗？弟弟啊。哥哥的孩子。哦，还要照顾孩子吗？长大了。不是长大的，都大了。
大了。大了啊，大了啊。所以你想多赚钱，可以把妈妈接过来。希望她身体健康，等我。好的。你安得以来？两个来。啊。你两个来呢？对呀，哥哥晒晒来了。没有啊。